我是负责照顾木奶奶的。齐小天，这名字好玩，干脆叫齐天大圣吧。奶奶，您大夜里翻什么墙呢？谁翻墙了？我也就是那个，到墙边收拾垃圾，被这小子逮个正着。再说了，你们看，哎，我现在啊都好好的了，怎么还不让我出院呢？小天，帮我奶奶收拾东西，奶奶回家养伤。这可不行啊，这个问题上我只能听我的班长、排长、连长。信不信连你们营长也得听我的？不信，吹牛吧你。奶奶，您的要求我全部都可以满足。真的？唯独出院的这一条不行，对吧齐小天？对。哎，你去给我买个冰棍吧，这一路走的我热死了。那你帮我看着木奶奶，不让她出院啊。奶奶，那你先躺着啊。来一口。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但是我很忙，只有15分钟的时间。足够了。什么事儿啊？琳琳，昨天我喝多了，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小心，怎么喝这么多呀？金晨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昨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你喝多了。我把你送回军营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就好。我去忙了。家里都不吃了，你跟潘岩你。哎，张队长，嫂子，你们吃不吃？啊，不吃算了哈，你们聊。这小子还是那么皮。算了，我不去了。不远了。瞧您这话说的。潘哥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回来了？我不知道你们能进来吗？齐小天打电话报告了。我来照顾奶奶就行。齐小天他们笨手笨脚的，我不放心。行什么行啊，你不上学了？百善孝为先，奶奶都这样了，我能在学校安心读书吗？你安的什么鬼心眼了啊？我可是替你爸看着你呢。潘哥，我爸在天上呢，比你看得清楚明白。我先扶奶奶回去啦。好。哎呀，回来了。呀哈军，呀哈军，走战有我，走战有我，有我必胜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3。我哪里看到？注意目视前方，目视前方。
收拾不了你们。通讯员，通讯员，到！营长，怎么了？告诉所有人，以后训练不许经过服务社，全都绕道走，听见没有？清楚了。给我快点！都够热闹的啊！都停！买这么多条毛巾，你用得完吗？哇，用得完！用得完，好。所有人，把东西都放在地上，俯卧撑准备。营长，我都结完账了，是不是就可以走了？走什么走？快！吵什么闹？一。营长，您这是从哪儿来啊？我从哪儿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到哪儿去。我说过了不让到这边来，你干嘛去啊？哦，你看，这不莫奶奶的东西吗？她落在医院了，我给她送过来。那你放这儿就行了。哦，那莫奶奶伤还没好，我不得照顾她吗？有莫小洛在这儿呢，用不着你照顾了。是。营长，那我们也不能过来买东西了。对，这段日子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？我说了不让来就不能来。营长，您看啊，我都是老兵了，违反条例的事儿我肯定不会干的。我们呀，就过来买东西，能跟他讲两句话，调节一下心情，提高一下训练质量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你说这不两败俱伤吗？什么两败俱伤？您看啊，您不让我们过来买东西，不让我们在这消费，莫奶奶赚不到钱，就是一败。那你看大家训练这么累，实在是小林是补充一下体力也补充不了，这两败啊。你们可以网购啊。哎呀，那就喝冰水买个辣条，没法网购，多麻烦呀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呢？东西放下，赶紧走。是。